情况呢，就相信足侪动物啦，就是咱，有看到，就是拢咧做宠物呢，迄就是拢有收费啊，啊无收费，所以呢，咱尽量呢，拄着反呢，会当呢去爱当呢，尽到咱的义务，啊这方面呢会当来收起来费，啊所以呢，后礼拜。礼拜日我十二月初五，拄啊咱新闻山都有一班，啊来就来走去到台北，啊所以咱下下袂忍呢，尽量呢，我迄个时间出来，啊，因为咱今呢，咱杨所长，要来担任咱这个讲师呢，哎，因为啊拄啊交咱同学讲，伊花莲呢，啊时间呢。讲了，伊个工地发展，啊，所以呢，时间哦无够用，啊，所以无安尼，就无要耽误咱监督长的时间，啊，所以以上，我们讲到遮，啊，祝咱新年健康，万事顺利。感谢临时的领导出工。
首先呢，咱就爱了解讲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体是对对来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救助啦，吼、哦，咱救助因为咱讲一句话啦，吼、哦，伊有甲咱讲哦，无极之精，二五之精。妙合二力，天道生人，分道生女。哦，那么咱就不住呢吼，伊甲咱讲一句话啦，伊讲无极之精，二五之精，妙合二力。心人，阿平德心。哦，那么呢？哦，咱知啊。既然讲是二五之精，二五就是咧讲，哦，五精八液，哦，阴阳、阴阳加阴，哦，互相交合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二五之精啊，就是阴阳合合啦。二五之精。哦，啊，伊有讲着五脏之精啊，好，那么这个二脏之精啊，就是咧讲哦，阴阳合合哦，那么呢，就是五脏科的交到咱的心呢。心咱的这个命吼，吼、哦、啊，五极之精，那心这个心，所以有命甲心呢，包含咱人的心呐，吼、哦。那么既然讲有咱人的心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吼、哦，后天的老母把咱生下来以后，那么以后呢，会使讲把咱照顾到无微不至，吼、哦。除了讲咱生活，吼、哦，食穿外以外呢，吼、哦，有咱讲袂晓行路。哦，那么互咱学习个会晓听咯，因为咱袂晓讲话，那么慢慢的，哦，互咱教咱会晓讲话，那么呢，哦，因为咱袂晓写字，哦，慢慢的，互咱学习，除了讲母语以外，哦，那么国语以外，就是讲哦，甚至讲，哦，咱少年妈妈已经讲教育到英文的程度，哦，这就是讲哦，这个科学的这个进步，那么呢，教育哦随时在进步啦，哦。那么有咱唔捌代志，吼、哦，那么慢慢互咱呢，互人生讲吼，咱代志会来互喜欢，并且讲吼，讲加强咱人事物的这个了解。那么顶顶加强是咱，吼、哦，身心生活上，吼、哦，乃至讲咱行业大家事业，吼、哦，的这个发展，啊，甚至讲咱家，吼、哦，身家事业，那么这段期间会使讲
人悲伤。有这个本性，无百姓无
关怀的，我话唔欢喜就好啦。你看我袂顺眼，我来离开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因把迄个西楼历史哦，把迄、那个哦，成就外国，因的认定就是讲，如果我以后我若过来西的时阵哦，二十年后就是做一条好汉。所以讲哦，因对人生的这个过程，伊就无较无着重这个哦，认识。所以呢，咱大家讲，讲除了讲肉体以外，咱搁再来讲灵性。那么灵性伊是超越着时间空间，吼、哦，那么伊是无形无相，伊是不生不灭，那么伊是永远存在于这个环境当中，吼、哦。那么迄个呢，就是咱先天当中所赋予咱的迄个灵性，迄、那个本性。如果咱安尼讲的话，那么咱安尼讲的讲，咱就是，吼、哦，老母的本命。那么既然讲咱是老母的本命，那安尼讲的，咱是老母所生，那安尼是咱是老母的祖父啊。既然讲是老母的祖父，那安尼讲的讲，咱敢是本来咱生的，哦。那要搁讲较深一撮，就是安尼啊，讲咱敢是本来咱生。如果呢，咱也是承认讲，咱是本来咱生，哦。那么呢，有本来咱有家去搬掉的啦，我就是敢讲承认讲，我是本来咱生。哦，那么为啥伊较唔讲哦？亲像讲咱六祖慧能大师啊，那么讲起咱六祖慧能大师，伊嘛是一个凡人啊。哦，伊来出世的时阵，伊嘛是一个凡人啊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你来看，伊是咧挂茶咧，咧卖茶，结果哦，伊这个伊这个迄落，算讲客栈的哦，有人讲要去订茶，所以伊就搭茶，爱卖迄个客官啊客官，结果卖了又出来时阵，哦。那么呢，就去听着就人家啊，伊咧讲迄个金刚经啊，就咧背迄个金刚经。所以讲，伊听着这个金刚经呢，哦，来讲呢，一问经义啊，啊，心就开悟啊。哦，因此呢，伊伫迄个较浓墨，会使讲非常呢，这个哦，较遥远的所在，那么呢，买来到哦，会使讲用行哦，啊，行三千几公里，那么呢。哦，来到这个哦，咱这个五祖哦，的这个所在，那么呢，伊跟咱讲，伊讲咧，伊就做不不及疑问啦。哦，我今仔就是讲，我要来做这个，那么其他我来做来。哦，那么呢，会使讲这教的这个语气啦，哦，非常的稳定啦，非常的稳定。哦。所以讲呢，咱要做面来说，会使讲，伊，哦，对于这个做好的工作，伊是非常的这个肯定，哦。那么为啥讲咱较唔敢来承认讲咱是本来关系？那么如果咱若讲唔敢来承认，为啥你讲话讲咱其他的，哦，有着到以后咱会亲口说出来，哦，甚至讲呢，哦，咱会承认啊，咱会偶然有人宣传啦，哦。那么呢，所以讲咱先去甲伊讲，伊讲呢。讲哦，咱大家是一分钱三世五分，那么诸神一面来参世哦，哦，那么呢，是呢，哦，搁再讲，因为有心愿在，所以呢，哦，以三千万甲面大开普渡，哦，要来救度咱天啊，咱有缘的这诸佛，哦，那么呢，有啥讲，咱家唔敢来承认，讲咱是不来参世，哦，这咱是因为咱。在六万年来，哦，伫这个六道轮回当中，哦，受着气运所控制，要所变的原因是因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先天嘛，所固好啦，哦，是在离咱的这个体内底，伊有真我，哦，确实有迄个真我，离咱的身上，哦，如果呢，咱注意来，在座注意，咱若讲不相信的话啦，吼，若讲哦。有一个人，哦，那么但咱在座诸位讲，哦，讲，哦，咱的思想甲行为，哦，会使讲拢无人性就对啦，亲像咧亲像共款啦，那安尼咱，直接的这个反应又搁是啥物呢？哦，那
先天老母所付予咱，迄个就是咱的本性，就是咱的本性吼。这点吼，咱一定的爱去来肯定吼。咱今日拢有过着，咱定来爱去肯定这点对。吼，那么伊在咱内底，伊是客户存在啦吼。所以呢，因为何阿爸吼，曾经办理这个吼老母这个供物啦吼，那么呢，老母啊，那么伊就在倚天的这个所在啦吼，那么看着讲。天已经暗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吼、哦，欢迎接受天平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讲伊就靠伫迄个窗户边啊，吼、哦，那么伊就一直咧想讲，咱这原来不住，为虾米讲吼，伊靠后咧过几天，阿老母同在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吼、哦，讲为虾米，为虾米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我呢，一种的这个感情，吼、哦，感情。用心啊，用心来做一下，啊，研究甲探讨。那么呢，咱今仔日吼来得到这个一贯天道，那么呢，就是讲咱先得按核心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一直接就是咧，就是咧贯彻咱人性的这个吼福化，吼、哦，讲人性的福化。
伊家讲安尼时阵哦，当然伫这个文字上啦，真主当时伊知影讲哦，讲迄个一伊的恶妙之处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伊跟他讲是。那么有伊就是讲哦，心命哦，哦，咱会使讲，咱今日得着咱嘛知影讲，心命神位于心啊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真主当时伊到底伊是心命啥物？哦，那么如是经篇内底呢，伊并无来解说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伊凡事并不是讲依照这个文字。咱去来解释，大家了解，哦，所以真主给咱讲这是鬼，哦，那么伊的做法就是讲，咱今日得到迄、那个，哦，伊得到迄个心法以后呢，哦，发现伊会当呢，哦，顿悟之处，伊会当去了解迄个一，诶，迄个顿悟之处啦，嗯，咱讲哦，伊会当去了解迄个顿悟之处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呢，哦，求着都当然呢，咱嘛，哦，拢了解讲，哦，观啦，就是伫迄个所在啦，吼。所以呢，道本来是无形啦，吼，道伊是无形无相，伊是一种来抽象的物件，毋是会当用言语甲文字，咱嘛来去解吼，去解体悟。所以呢，当时孔子的迄、那个，哦，这伊的文心啦，吼，就是迄个主讲，哦，咱知影讲主讲吼。伊嘛有听到孔子哦，讲在讲迄个一贯之，哦，那么但是呢，哦，孔子呢，啊，这个诸公呢，伊拢无回答甲看过，所以呢，哦，诸公呢，哦，当然咱了解，诸公伊是咧做生意嘛，所以伊嘛真聪明啊，伊人一人哦，这个上高伊会当咧哦，人言善辩啊，哦，所以讲，伊拢会，伊的迄个随机应变。诶，即个应应变的能力，拢非常的强啊！哦，所以讲呢，伊拢呢啊，跟随孔子的这个身躯边啊，哦，那么呢，伊拢用着这个马车啊，载孔子去进入内国啊，所以孔子嘛，来当作讲是外境啊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同款啊，哦，那么呢，咱知影干梅哦，因为干梅一条道以后呢，那么干梅，哦，那么伫迄个三十九岁时阵，那么真早就来去孔子。来回天啊！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孔子伊嘛真担忧啊。像今讲哦，都无人搁再继承落去，所以呢，才要从这个天道啦，一贯的天道，啊来传予这个主公。但是主公呢，伊拢无解回答，因此呢，哦，那么孔子的这个心内啊，伊拢想讲，我有一个哦，这个不平的这个信义心法，想讲要来传予你。但是呢，你嘛爱有一点啊启悟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就亲像讲吼，有一块宝玉，吼、哦，有一块宝玉，我是要甲收藏起来也好，还是讲呢，讲我要带下来分啦。亲像讲吼，我有一块宝玉，我打算讲要卖，但是你嘛爱出这个价钱啊，是毋是啊？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你拢无讲话，啊嘛表示讲吼，你是毋是讲对这个道体的物件，你是毋是当起来？领悟到哦，去甲伊亲疏的这个了解哦。那么事后呢，哦，孔子伫一场啊这个辩论地主的这个主席的时候，那么呢，讲书啊不受兵啊，哦，就是讲呢，讲主公哦，那么伊袂当呢哦，秉持着我这个哦心法的这个传承，可见哦，咱讲一贯是平平拢是哦，大家拢有听的，但是呢。即、这个有关即、这个因即、这个本体的实相上，你是毋是会当去来领会，啊是毋是会当去来解悟？那么未来呢，你即个心境上，哦，那么有所不同。所以讲一贯的因，毋是讲用英语甲文字会当去来，哦，去来了解伊的实相体。那么即个因，就是哪讲，哦，天无染啦，哦，或者是观想。那么呢，啊，就是讲，哦，咱人体的是讲是万物之灵鸟，那安尼讲起来呢，哦，是动物迄、那个，哦，万物之灵是道德的这个动物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一就是哦，咱哦万德心法的这个
核心啊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哦了解讲这个整体以后呢，哦，那么呢，咱来了解讲哦，伊的这个用处，所以讲呢，我哋要提讲，讲一贯这是黑龙。所以讲天地万物，吼，若要达到咧吼，
亲身听伊心，然后咧咱实修，在咱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哦，经历这个生死，而呢，哦，这样有苦的这个心上，咱来找回咱原来无生死的迄个情况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今日得到道，就是讲得到因，因就是讲要把咱明白啦，而呢，明白完就是一种。咱得到后，必须要修德的对啦，哦，必须要修德的功夫啦。所以讲，咱得到因，就是吼，要咱明体。啊，若明体以后，咱爱知影人修啦，哦，所以这叫做一贯啦，哦。那么，咱得到后，咱一定爱修。所以，哦，先入伊一句话来讲，用一句语言来讲，讲道在心源是一定啦。那么修在意是贯。因此呢，咱讲一贯就是咱贯通万事万物，哦，那么一就是一种生发万物，哦，的迄个核心，哦，贯就是必然，哦，咱必然的这个功夫啊，就是讲在咱心前的迄个功夫啊。所以讲，若无贯就无心，啊，无心就无定，哦，那么这就是共款。所以讲，伊讲一贯，一贯伊是贯了一道。了解，那么伊个原因对，就是呢，哦，咱所讲哦，心
法甲教法伊无共个所在。哦，他嘛是咱华人做来，比如讲哦，过去他嘛是佛陀的这個、哦，个这时代哦，佛陀正一个哦，以前就对了。那么哦，佛陀咧，伊在这個印度的时阵哦，那么当时有这個台湾天王，那么这個台湾天王，伊就是讲要来到这個灵鹫山的这個所在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就依着这個金瓜花啦。哎，有功夫了。好，那么呢，伊就是哦，要来请佛哦，啊来说法。所以呢，当时释迦牟尼伊来定坐的时阵，那么呢，伊就莲花母啦。我帮你得到讲主甲伊讲，讲伊管
真正会得到，而且讲哦，亲身哦，受到书哦，会迄个哦，会迄个亲受啊，哦，会迄个教授啊。所以呢，哦，所以呢，就亲像讲，咱有六祖哦，六祖八经哦，五祖甲六祖所开始的就对啦。伊讲呢，自古父母为传本体，师师命本身嘛。所以讲嘛是咧讲迄个本体。爱讲本心吼，下个物件就是咧讲本体甲本心，完全就是咧讲即个心愿吼，下即个吼，下即个物件。所以咧，你欲做下即个甲愿望，伊就是讲道德核心啦。那么即个本体甲本心就是道德核心啦，吼。所以咧，吼，咱一般咧讲讲咧。讲三教道源，哦，那么一地道体啊，三教道源。一地道体，好，那么三教一说传的迄个道理，哦，那么来贯穿就是哦，拢在讲讲迄个理。拢在讲一定的物件，那么因为咱人吼，就是咱人的天赋甲思想拢无错，所以呢，吼，因此呢，咱对这个一定的物件无法度来去体悟，所以呢，个人的这个领悟力看法，吼，那么拢有所不同，吼，所以因此呢，吼，咱把迄个一定的迄个真理的物件来记住下，所以因此呢，咱三教的这个吼。三教呢，伊当伊就来无同的这个教法，吼、哦，啊无同的这个教法，吼、哦，爱来施法，吼、哦，爱教导所有的这个哦众生。那么伊的教法的目的也是呢，要传授咱人的这个行为啊，哦，同时呢，哦，伊嘛是实动心法，嘛是实动的吼，哦，伊嘛是会当，就是讲哦。有哪唔定讲是要道德以外，甚至讲啦地位会当较高超的，哦，伊会当去得到，哦，这个祖师的这个心法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法也是吼，同款来讲，就是要刻意要降服咱自身的迄个意愿，哦。那么伊的目的也是要咧，实现咱本来的迄个愿望目的，哦。所以呢，哦，有一句话咱讲来讲呢。哦，心法通，万法通，哦，人必定啊万事变啊，啊就是这个原因啦。所以呢，咱五祖所讲开始讲的，讲迄、那个哦，本体本心的物件，哦，完全就是在讲迄个本体，就是讲一，哦，所以讲啊，讲、嗯，所以啊，我们家哦，这里面，这里。小结论啦吼，咱讲，因为吼，讲起来讲，识车啊，
三，我所以讲讲啊，都是都是心。心与心的这个概念嘛，吼，那么呢，咱老师曾经甲咱讲讲，修道修心，阿百德无心，完全拢是拢是咧讲迄个心嘛，吼，那么咧讲心，咱就去，我阿咧就去想就讲哦，讲，吼，咱点老师还是讲咱领领，还是讲哦，讲咱的这个道理哦，伊拢捌教会着咱，吼，大家来讲过嘛，吼，那么。讲叫大家发表迄个意见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意甲心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咱两个拢会，吼、哦，这两个分别有当时啊拢会含不清啊。所以咱有做同款的这个解说。那么呢，咱来讲，如意，如意就是心嘛，啊心就是意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有一款名词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如果讲，吼、哦，我若做一件代志，讲，吼，我感觉讲吼，吼，心满意足啊。心万里做的哦，哦，嘛是咧讲心甲意嘛，哦，如果咧我做一件代志，那就是讲来讲，哦，我足专心，哦，就是咧讲一心一意嘛，哦，嘛是咧讲一心一意的，哦，如果咧我做一件代志，那是讲嘛讲。我的心纵乱，敢是讲哦，心高意慢，啊，乱纷纷，嘛是有迄个心甲的存在嘛吼。那么我这这代若失败时，我讲哦，讲心灰意冷啦，嘛是咧讲心甲意的物件。所以讲心意拢改化成一个等号的，哦，这是两代志爱来解释的。所以讲咧，我今天哦，以迄、那个哦，这个我解不解你？哦，伊有来解说这个心甲，哦，诶，这个，那么讲心呢，就是哦，老公要说了，就是讲迄个闹的这个公用啦，啊，伊哦，伊就是咧讲，讲闹器官。
要变成这个年轻。
人生不同哦，都唔一定哦。虽然讲看大家表面哦，大家拢足善良的这个心哦，一面啦哦，但是呢，人人拢有无同的这个心嘛哦，这就是讲大脑作用出来的心嘛哦。所以而且咱在讨论一件代志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咱拢着重这个意见的这个沟通，当咱意见呢哦，若沟通了，但是啊，咱才有去相会。讲来，咱表面上是咧沟通，不过呢，哦，意见如果若袂当跟我哦相同一致的话啦，哦，跟我相像意见的话，那么咱会安怎想？有当时啊，敢会讲哦，我会半信心走出来，甚至讲啊，我会安化风改雨，讲啊，你是我的敌人啊，哦，我永远拢会甲你，哦，甲你面子安尼。所以讲，若有这个意念，哦，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安全拢是。用错心嘛，原来就是吼，咱人迄个脑作用的迄个人心吼，所建立出来，所以人心伊是独存啦，伊是对我。还是讲咱点老师所说的哦，意外的迄个特征比较难。
较疏啦，哦，迄嘛是一种哦正常的迄个哦亲疏关系。如果若是讲邪恶的，就是讲在人际关系哦，他嘛伊滥用迄个感情，并且锲而不舍，拢无顾着迄个道德的迄个哦尊节，迄就是哦一种邪，一种哦邪恶，迄就是咱所讲的迄个欲情啦，哦，那么。散情的心啦，哦，有当时啊，哦，来。
手刮脚哦，吃荤啦，哦，甚至讲部分人啦，还是讲哦嫖赌瘾哦，足济啊，哦，所以咧，这就是讲无好个习惯啦，哦，那么你无好个习惯以后，那么你咱纠过后，哦，甚至讲拄食讲所讲个讲物件，它一定改变掉，哦，那么咧，咱讲咧，金属啦，哦，金属左飞啦，就是讲咱今日所行这条路是对的，那么过去咧。咱所做的行为拢唔对的，那么呢，那后尾讲讲，是不是讲咱有这地位，啊，甲呢有这勇气，想要来侵犯这无好这习惯的，哦，那么呢，咱所讲的讲廉洁以来，哦，这秉性这脾气毛病，并且讲咱哦未来哦，那么有些所培养的歹的这事情，是不是呢？哦，而且咱要改掉。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你要来清除这物件是无用的，哦。所以讲，甚至讲，咱今仔日哦，你丢掉后，咱有咧收纳掉，那么咱是就是哦，地方的就领导者，哦。那么呢，是就是中间干部。如果呢，咱若讲哦，你得了了，动不动就要发脾气啦，哦，啊，特别呢，哦，意气用事啦，特别呢，哦，老一点啦，如果拿来顾。伊个心中袂当畅快时阵，吼袂当挂碍时阵，那安尼就亲像讲吼，咱拍打年老火嘛，啊恶性延伸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修道修心，同解做来讲吼，你莫把迄个心泡在外口啦，如果呢，咱讲把迄个心吼泡在外口，啊，任由迄个吼咱迄个脑筋啦吼，啊来动摇，哦，这是哦非常哦唔对的。诶，代志啦吼，所以讲吼，咱世间吼，时常有咧讲啦，讲洗脑是句话啦，咱讲洗脑，讲洗脑，就是讲吼，从迄个歹个物件，吼，啊家己，吼，改变做好，吼，啊是讲新陈代谢啦，换一句话就是讲吼，先的这个思想嘛，咱改变做好，啊后个思想嘛，咱改变做新的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虽然人环境一直改变。哦，在环境当中有发表嘛，吼，啊有诱惑，所以讲咱的心是着这物件啊来去转，哦，就亲像讲地球世界的迄阵嘛，吼，那么咱就看讲吼，日本迄款古武的思想，甲德国迄、那个哦纳粹主义的迄款迄个思想，甲大陆哦，而且十大内底哦，迄、那个国家的迄个防卫兵。哦，迄、那个方法的形成，人家咱也想啦吼，因拢是为着翻，啊为着第二，所以造成迄个无人性、哦残酷、屠杀的物件。那么如果咱心也是心为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就是讲咱哦会使咱人的意志会消沉嘛。那么这样就是无共快的一种哦，即、這个洗脑的方式哦，人讲呢，近朱者赤，啊近墨者黑。迄是怀念咱过去的厝啦，莫怪讲吼，讲过去的这吼、個，吼、哦、古早的这個信，伊就甲你讲讲，人先于恶啦，吼、哦，可先可恶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人心于物啦，吼、哦。因此咱来看，个人讲，咱要改恶向善，买单吼，讲个哦，改邪归正。如果咱也袂当讲进一步会当呢吼，搁再讲去找着咱。哦，救命的迄个落脚厝的时阵，哦，那咱要怎保证讲咱以后呢？哦，要安怎？哦，改恶要安怎呢？改正归邪。如果那安尼，有阵时啊，咱会犯不犯错啦？但是讲啊，我做唔对，啊，我就来悔改，啊，悔改了吼，搁再犯错，啊，犯错再来悔改，那安尼敢有效果呢？哦，这就是吼，咱所讲的讲哦，老作用迄个人心摇摆。所以讲，咱心多心少，虽然讲吼，人心甲道心，伊是吼有人心甲道心之分，但是吼，伊毋是分头别日因两个心吼，吼。那么呢，吼，就是讲，咱迄个本源、本性、迄个本源的迄个作用，迄个本心，伊来通过着咱这个大脑去做实践，吼。那么另外一项，就是讲吼，迄个本源。哦，本性本源的那个作用，
但是呢，伊受着了呢，哦，气病所困不了所病，所病呢，进入了呢大脑作用来夺冠之前啊。所以讲哦，咱讲天堂甲地狱，天堂甲地狱之分，完全是讲咱用心的这个方法上，哦，那么呢，伊的作用啊来做决定，哦，如此呢，哦，咱也要来观察着咱这个人心。哦，那么迄个脑作用的下迄个人心，哦，任由咱迄个咱讲野马下迄个心啦，来分扎的话，那么恶入乱想，哦，认为讲迄个是咱人心的这个正心理，哦，实现的话，那么结果呢，就是咱所讲的讲哦，正心主观，所以正心主观就是讲哦，正照你这个花来见的，哦，正了有花啊。如果来行来走的时候，行行了就无花啊，哦，那么同款呢，水若深，花就开啦。水若落的时候，敢是呢，花煞变煞变哦，迄个迷糊就对啦，你看不清楚啦，哦。因此呢，哦，而且哦，拜人讲啊，讲哦，这就是讲虚花过境啦，哦，虚妄不实的物件，哦，那么咱修道的。咱应该爱去了解，讲世间就是安尼啦，世间就是虚幻的物，虚幻不实的物件。那么呢，咱应该呢爱去了解，讲世尊以前先甲你讲的，讲呢，应如是住啦，如是含糊于心啦。那么要怎住？哦，啊要怎含糊迄个本心？哦，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你若知影自然，那么这比这行啦，你若知影你。你就去做啦，哦，那么呢，这就是讲要咱达到讲哦，安尼拜咱发胎万物，哦，那么呢，做到讲哦，实践真正有道理啦，哦，那么呢，如果来讲哦，一诸一行啦，哦，咱来讲一诸一行，讲哦，一诸一行是要安怎去行好，那么要安怎去着手？那么呢，吼，这就是吼，咱过去吼，先做以前先甲你讲讲呢，讲有德以助人之体啦。
伊就到心内来负责哦。事实咱也不无非礼哦。如果哪呢哦，咱师尊老弟所甲咱讲讲，讲呢急必先讲一下哦，也是这个方面哦。那么呢？自然，咱讲话讲。
心咧做啦。那如果人即个心念啊，